Thank you.
还是有意思。我更喜欢单打。单方累呀。但是累，但是有意思。你可能没意思，但我挺有意思。周一是周五是一号，二十一号咱们周五的，周五忘交，周六周天咱都不去。对，咱要赶上一二三四，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呢。哎，那整礼拜礼拜三。以前咱们交钱都是二十六号，现在都整二十一，那么着急。以前是四号到二十六号，反正挺晚。昨天啥日子呀？咋净吃好吃的？没，昨天我朋友上武汉干的，陪朋友回来，我招的他们家宴。还以为昨天是什么节日呢，然后我们也不懂什么节日。正好过年了，每天都有订桌，还有我准备一些海参，他们晚上都去吃了，现在闲着中午。这连续几天晚上没闲着的喝，从周六开始。能喝酒吗？我喝不动，那得陪人喝。这样好的朋友，我得陪。交流感情嘛，过年的时候啊，那这个你不喝酒，一些话你说不出来，交流就得喝酒。这买卖，他们年后、年前、年后的交流不要，一年的盘子定上了。我要天天指着办饭店这点事儿，我都饿了。好了，那你这也不少挣啊。一个月他不干，咱别上班怎么地？关键还是也不是那么操心，想玩能玩，上班可盯可忙了，还挣不了几个钱。这给李阳老闲的，他说他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干一干，在家太闲了，我也闲不下去。我们的命不错。
找他们自己新喝的时候，我肯定是心里跟他们的去，然后回来不得八点。好、啊